回應大家的提問，特別包括很多各位記者需要停止暴力。如果大量的暴力，大量都是要去調查，大家不能夠只是大家不能夠希望大家繼續為香港社會來到去出力。多謝大家。我請大家，我再次請大家放下歧見，安靜咗個情緒落嚟，用一分鐘去諗一諗，睇一睇我哋呢個城市，我哋呢個國家，大家係咪忍心將佢推落去呢個將會係粉身碎骨嘅深淵？